叶希雾已经两日没来御前伺候了。什么？你想他了？叶希雾身为御史，吃着朝廷的禄米，难道不应该恪尽职守吗？那你去找他呀！找我干什么？我走，忙死。站住！我怎么才能让谭台静更喜欢我？我就知道，你每天在他面前这么晃来晃去是没有用的。 你从明天开始就躲得他远远的，男人嘛，你不理他了，他自然就会往上贴了。啊，可这样不会显得很卑鄙吗？你到底是想钓他，还是真的爱他呀？我肯定不是真心的。 可我得让他喜欢我，越喜欢越好，那不就得了？听我的，准没错。什么时候才能凑齐9克？ 陛下看我合适啊？那半日的假期，到底什么时候兑现啊？今日换你前来，是有事想要请教。若答得好呢，明日便不必当值了。好啊，你快说。哟，这天底下还有能让你难以启齿的事，说说吧。 叶希雾已经两日没来御前伺候了。什么？你想他了？叶希雾身为御史，吃着朝廷的禄米，难道不应该恪尽职守吗？那你去找他呀！找我干什么？我走，忙死。站住！叶希雾身为御史，吃着朝廷的禄米，难道不应该恪尽职守吗？那你去找他呀！找我干什么？我走，忙死。天哪！你们这些臭男！ 你们这些男人，是不是有点太自恋了？我问你，你想让人家每天老妈子似的在你身边伺候你，喜欢你，你呢？又为他做过些什么？送过什么礼物？说过几句嘴甜的话？你看，这不就清清楚楚了吗？不过啊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 所以我该怎么做？他不追着你了，你可以去追他呀。难道你不喜欢他吗？我可以喜欢他。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只要是人，都可以喜欢别人，除非没有情死。 你好好反省吧，我走了啊。